星月大地，泡汤赏景 BBQ 了。今天带大家来逛逛星月大地景观休闲园区，门票150元，可折抵100元参与消费。晚上8点后有烤肉吃到饱活动，而且营业至凌晨不限时。入口旁的绿地广场有布置多个好拍的艺术造景，广场的大相框背景是一整片的绿地草原，还有蔚蓝的天空。这一大片草地也是星月大地的露营区，这个造景是美眉的最爱。登上数不尽的阶梯步道，星月大地是以南洋结合日式为风格来打造惬意和乐活的千万造景，也是全台首家以大片落地窗打造的景观宴会馆。上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让人醒眼的白色钢琴和大提琴，这是旅人取景美拍的热门打卡点。免费的温泉泡脚池，水质前进又温暖，泡脚很可以，但天气太热，等冬天再来泡比较适合。这间泡汤屋要额外收费。这区是充满浓浓南洋风情的泡汤池，现在正是午餐时间，所以没人在泡。池边养了一群鹅，一只比一只还要大。鹅是一种会看家的动物，不会比狗差。看它们长得多帅啊！这里建造的茅草屋和水上步道景观很优美。碧绿的生态池里有好多鱼群在池里悠游。这边就是随便走走看看风景。看起来这里比较少人，上来显得有点冷清。上面景观还不错，值得上来晃晃。看来大家还是喜欢咖啡厅前的景观台。草原广场也有小朋友最爱的溜滑梯和荡秋千。像欧洲中塔城堡的星月文旅店，远居的朋友可住星月文旅，晚上吃烤肉赏夜景。现在我们到星月大地的景观咖啡厅用餐，里面场地宽广，采光好，环境也挺舒服的。餐点很多元，每人可用门票折抵100元。这两份餐点真心不推，点点别的吧。账单，室外的座位区真的好多，可以想象晚上的游客应该会很多。星月大地虽说是夜景餐厅，但白天可眺望美丽的山景。
晚上则是欣赏浪漫的城市灯火，还能饱览辽阔的连绵群山和火焰山。想远离尘嚣，这里是很适合的。看楼下的美眉们拍得多开心。今天影片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感谢观看，订阅我们。